Tai Tzu Ying entered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when she was just 15 years old and is one of the privileged few to have competed twice at the Olympics. Despite failing to get past the round of 16 on both occasions, the talented shuttler is ready to step up her game at Tokyo 2020. 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是就因为参加是一定要去参加，那当然最终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夺牌吧，因为就是前面参加两次，我觉得第一次其实那时候年纪还蛮轻的，就是比较多冲劲吧，比较没有想太多，然后到了第二次，其实就过了四年，因为自己也比较成熟了，知道奥运其实对一个运动选手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舞台，在参加之前就是觉得自己调整其实没有这么好，对，因为有一些伤吧，对，那到那边之后发挥的我觉得已经算蛮正常了，对，但是就信度其实发挥得更好。 Tai Tzu Ying has been a dominant force in women's singles, holding the record for the longest world number one and sweeping 27 titles in both the tour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s. The only blemish in her career is an elusive World Championships title. 其实我觉得就是都是出在自己的状况吧，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就是比较多失误的球员，所以其实在比赛上我有时候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 失误，然后这个状况是，我可能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因为大家的打法可能比较稳定，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多的一些特别的球路，可是那其实也算是我的致命伤吧，就是会比较多的失误。然后如果我今天手感很好，我可能就会很轻松的获得比赛，或者是我可以让对手非常的辛苦。对，但我今天如果 手感不好、状况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没有办法这么的得心应手。对啊，那这个部分我也需要把它再加强到，我可以把每一个比赛都算是发挥得比较正常，不要有那么多的起伏跟失误。Tai's amazing shot making and stroke play qualities are something every player dreams of. But would the Chinese Taipei player rather choose consistency over skills? 我，哎呀，这问题好难回答，我两个都想要，<笑>因为我觉得要同时具备其实比较困难啊。但是我觉得先有稳定的发挥，然后再加强更高的技术，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正确的方式。对，像我这个可能就比较后面再回来练 稳定性我觉得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从小其实就已经是这样子的打法，过了很长的时间。那这个阶段吧，大家都水准这么高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差那一点点就是差很多。对啊，那我就后面再回来要练这个稳定的时候，其实我是蛮不容易练的。对啊，那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努力。 An early bloomer, Tai has been grinding it out at the pinnacle of badminton for more than a decade. Last December, the 25-year-old revealed to Badminton Unlimited her retirement plans after her third Olympic Games. 还是会把明年的比赛都打完啊，对，会最少会打到明年结束，只是奥运过后可能会稍微可以比较放松一点，不用这么紧绷，对。 每天打球花了很多的时间，想要有一些时间去做别的事情，趁还年轻的时候。过了30就不年轻了。立刻想要做的，应该是没有，但是就会想要花一点时间去，比较长的时间，可能出去，比如说像在台湾环岛啊，骑脚踏车，但都是一些感觉蛮累人的事情。对，我想做的事情，感觉都比较 比较累一点，可能过了30之后，我可能会稍微有点没有这么多体力，先明天打完再说。